大家好啊，今天我们来吃一个干挑米粉配这个萝卜干。是的。自己做的这个萝卜干。对。香辣口味的。嗯。配粉配面配粥。真的绝绝的，嗯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萝卜干啊。对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做的这种萝卜干啊，它是用地里拔的新鲜萝卜晒干，然后再去做的这个香辣萝卜干，它里面的配料表的话非常的干净，就是萝卜、食用盐、辣椒。生姜还有那个新香料，没有添加剂，没有防腐剂啊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咱们这个的话一瓶就是一斤啊，然后这个的话都是苗乡阿林自己的品牌做的这个香辣萝卜干，吃起来它不甜不偏咸，没有酸味啊，然后不麻，是香辣的，好吃，都是当季新鲜萝卜种的做的啊。对，然后我们盘子里面和盆里面给你们展示，这个是不给你们发货的啊，就是给你们看的啊。嗯。然后咱们做都是新鲜，现做现发的啊。是的。拌上。最主要是咱们家这个萝卜干，你空口去吃它都不咸不甜啊，很好吃。